今天好玩，好玩啊！那你少吃点零食，爸爸妈妈下次还带你去玩，好不好？哎呦我的声音！驾驾驾驾！哎呀，带了一个超级电灯泡，果然什么事儿都没发生。哎，嗯，这个是这么巧吗？今天这儿也有别人过生日啊？这是谁弄的？不知道啊。嗯，那我们去看看吧。对，去看看吧。 去看看，黑灯瞎火的，果然变了呀，还会搞惊喜了。你说咱躲什么呀？这叫往那儿一站就行了，这干嘛呀？嗯，开灯啊！开灯，开灯，开灯，开灯！你不是只让我关灯，没让我开灯吗？啊！ 你们怎么都藏在下面啊？来，我们来。都怪你，飞川这笔下干嘛？好了吧？我嫂子，可不是了。对不起。你们走吧。哎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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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走走走，哎，走，哎，这，你说是不是有关系？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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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辛苦了。没有。生日快乐。谢谢。好了好了，这么多人呢，去吧。哎，好吧。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啊？不是我们干的，可是还是被你发现了。引动观察厉害真厉害。谢谢你哦，嗯，咱们这桌的东西是不是还有备份？有，那就好，那还不赶紧收拾去啊？好，走。来这边啊！好，谢谢你，妈妈。这下好了。这个蛋糕没有备份。没事儿，就这样吧，来吧。哟，这是。这么厉害的吗？好看吗？好看呀！今天不是过生日吗？哇！二凡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好久不见。快点许愿啦！干什么，爸爸？你怎么来了？他是我邀请来的，谢谢你来。生日快乐。礼物呢？哦，忘记带了。你怎么能忘记带礼物呢？你怎么能忘记带礼物呢？来吧，我们继续，又多了一个朋友。来吧。行。哦。谁呀？那个是妈妈的好朋友。是谁？陆总。行了，我们继续吧。再换一个吧。那这也没有备份。行吧，那就祝我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快点许愿吧，许愿吧。谢谢。
Ha ha ha.